你的定义就失掉了。如果是在逆境、恶缘啊，你会很讨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人不好，都是冤亲债主，都找麻烦的啊，你会起怨恨心，你希望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，你也被境界所转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定义没有了啊，哪能像菩萨？什么境界？他都觉得很好，没有一样不好啊！住天堂，天堂不错；住地狱，地狱也不错。能够不受外面境界影响，这叫不是定义。啊，我们今天这样，我们一定要忍，六波罗蜜就忍如波罗蜜。啊，我们要忍受。顺境善缘要忍受，不起贪念。这是功夫啊！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处就对了。这个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觉而不迷，不受一点干扰，真功夫啊！逆境恶缘，不起嗔恚啊，心还是清净平等觉刚才我们提到的修布施，如果人家不是这个心底不是清净平等觉，他怎么能够啊那么自在的往生啊？我们可以肯定他得念佛三昧耶。啊，不得念佛三昧绝对没这功夫。你看他多自在，多潇洒啊，没有一丝毫病苦的现象，活活泼泼的，说走就走了。啊，身行所作所为，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细心去想想，他在那里忏除业障，积功累德了，护持三宝啊！你看他所干的啊，事后我们想想，那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啊，在修行上，就是一句佛号。真正做到了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啊，连经典都不需要。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知道啊，
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经典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是让我们真正认识极乐世界。了解极乐世界，然后我们对这个法门才真正能做到断疑生信，啊，坚定宏愿呢，啊，决定求生净土，不再有第二个念头了，那他成功了。啊，前面我们提到深圳黄仲昌居士的例子，啊，很年轻的人，啊，30出头，2年10个月，欲知时知往生了。他是做实验，啊，在闭关之前的时候。他就试试看，看看这个念佛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啊，他听我讲经，啊，我讲到往生传，啊，讲到这个圣贤，啊，净土圣贤录，啊，那里面往生的例子，几乎有一半人。念佛不到3年就往生了，啊，前面我跟诸位说过，早年法融法师问过我，啊，法融法师往生也有很多年了，啊，状况我不清楚，啊，我们肯定。那些往生的人并不是说个个寿命都到了，寿命还有，不要了，提早去啊，啊，真能去得成啊，啊，那么我们读了那么多东西，得到一个结论，不出3年功夫就成就了，要学，应当学，啊，功夫成就了，可以留在这个世界。前面愿文里面我们读到。啊，慈悲心重，不忍心看到众生苦难，愿意在这个世间呢多住一段时期，帮助这些人念佛往生。即使寿命到了。阿弥陀佛都可以帮助你延长寿命，有这个例子啊。明朝焦光法师就是这个例子啊。焦光法师跟莲池法师同时代啊，他有一部著作楞严经正末啊，这个注解是他写的。正末前面一篇序文他自己写的啊，决定可靠。
不是骗人的。啊，他读《楞严经》，感到《楞严经》以前各家的注解都是根据天台家的三智三观来解释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讲的奢摩他禅喽，啊，三摩地奢摩他禅喽。那么他认为不适当，为什么呢？天台的三智三观是用意识心修的，没有离开意识。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讲的是舍识用根，啊，这才是世尊讲楞严的正义。啊，他看到了，啊，可是他寿命到了，佛来接引他，啊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。他就把《楞严经》注解这段事情向阿弥陀佛报告，他想做一个注解，根据经典里面佛说的这个意趣，就是舍识用根。啊，求阿弥陀佛，啊，准他的驾，让他在世间多住几年，把这一部经注解完成。阿弥陀佛答应了，就走了。啊，他真的完成这部著作。这个寿命到了，还有事情想做，阿弥陀佛也同意你，也能帮助你延长寿命，不为自己，为正法救助啊，为利益众生啊。佛家讲的生死自在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啊，教光大师求延寿，阿弥陀佛准许他了。啊，宋朝迎客法师还有十年的寿命，他要求阿弥陀佛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现在就走。阿弥陀佛三天之后就带他往生。为什么不当时就带他走？当时带他走，没人知道这个事情。三天之后要迎客法师把这个事情说出来，利益今后啊，啊，给大家做证明啊。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还是一个破戒的比丘。啊，他相信因果，知道破斋这个犯戒，将来必定堕阿鼻地狱。啊，想到阿鼻地狱苦，就生大恐怖。啊，向同参道友请教，啊，同参里头有一个就告诉他。念佛求生净土，你就不会堕落了。他真干了，三天三夜不眠不休，
啊，就是一口气念阿弥陀佛，至诚感通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再体会到古人讲的念一声佛号，真诚心、至诚心念这一声佛号，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他念了三天三夜，业障消了。我们一般人为什么念多少年业障消不掉呢？对，用心不一样。心不真不诚。散乱心念佛，妄想心念佛，他力量不集中啊。所以的效果不长。如果力量要集中了，心里头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那个可厉害了，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这个道理要懂，这个方法不难，我们要真做肯定有效啊。特别是烦恼习气重的人，冤亲债主多的人，给众生借的些愿，这众生常常来找你，你要是至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业障消了。冤亲债主不找麻烦了，为什么呢？看到你是真正修行人，他佩服你，不但不麻烦你，他还给你做护法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你成就之后一定度他们，你有大慈悲心，跟你无缘的众生你都普度，有缘众生哪能不度的道理呢？所以经上所说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。这个经对我们才叫亲切有味也。如果经上所讲的我们做不到，那佛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？那不是在吊胃口吗？佛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啊？我们通过华严、法华、楞严这些大经论的学习，多多少少明白了一点道理。佛在这个世间讲的经，就是其这个世间人的根基，这个世间人做不到的事情佛绝对不会说。那我们自己听了之后、学了之后，自己要认真反省，要克服自分自心里面的
障难。障难不在外面，在自心。啊，要克服自己烦恼习气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尤其是这样殊胜的法门，得来非常非常不容易。啊，下面慧疏说：“为他方心发心菩萨，因闻弥陀名号啊，顿登上帝菩萨，得诸三昧，诸定功夫。”啊，慧疏这几句话说得好。啊，他方，极乐世界以外。心发心菩萨，包括我们在内呀，我们没到极乐世界啊，我们也是因闻弥陀名号，能不能顿顿上帝菩萨得住三昧注定供佛呢？完全在我们的发心。我们如果发心坚定啊，这个发心的障碍还是信心，信愿不足啊，心发不出来啊，真正相信真愿往生了，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通通放下了。啊，自私自利放下了，不再有这个念头了。名闻利养的心放下了。贪念五欲六尘享受的念头放下了，贪嗔痴爱的烦恼也放下了。一心念佛，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念头没有了，这叫至心一处。下面还有一句话，佛说的无事不办，我至心一处求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这个事情能不能办？世尊没有说这一桩事情除外，那换一句话说，这一桩事情也包括在其中，决定的办。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就成就。啊，所以这个经不能不讲，不能不细讲，不能不常讲，要常常讲啊！啊，为什么？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，决定不是一遍两遍、十遍二十遍的就能开悟的。啊，古人定了个标准，
叫度数千遍的，大概差不多。我们能够把这一部注解啊念上千遍，哎，也许就有开悟的。啊，这开悟之后啊，疑断掉了，再不怀疑了。啊，信心，真正的信心升起来了，有真心，有切愿，往生净土就有把握。啊，时间不需要多长，古人我们看到的例子太多了。啊，我们这一生有把握成就啊。啊，眼能像会书上所说的，顿顿上帝菩萨得三昧耶，注定功夫。书曰：纵虽心发意菩萨，闻名字人，听到阿弥陀佛名号，这个人能得定慧啊，这个慧跟智慧的慧是一个意思啊，定慧相起，真俗相照啊，顿得上帝菩萨也。这个俗还是慧俗说的啊，怎么能够听到佛的名号就提升到这么高的境界啊？可见的人的根性不相同啊，不是说的每个人，每个人肯定的理由在前面说过，一粒耳根永为道中。我们今天听到这部经，听到弥陀名号啊，能升起信心，能升起尊重爱要啊，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法门，有根有底啊！啊，但是过去生中没成就，没能往生，还是算心法意菩萨。啊，但这一次呢，我们希望啊，接着过去这善根福德因缘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能大幅度的提升。我相信许多同学都有这种愿望能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能。要怎样提升？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教导我们：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你就提升了。啊，记住修学的秘诀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如果真的这样干，
净宗法门快，3年成功。中国古圣先贤传统的教学说到，7年小乘，9年大乘。我们修这个法门只要3年就成功。3年还不能成功，那肯定是你没有依照这个法门修学。真正依教奉行呢，3年肯定成功啊。那10年还得了吗？你发心要留在这个世界，要弘扬这个法门，普度众生，佛就把你的寿命延长。为什么？你有任务要去履行啊。任务完成之后再往生净土。这也算是道家慈航。这一句里面提到一桩事情，定慧相即，真俗相照。提到这桩事情，这是功夫，我们要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。有定有慧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。就是下一句所讲的真俗相照。真中有俗，俗中有真。真俗不二啊。什么是真，什么是俗呢？同是一桩事情，着相就是俗，立相就是真。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我们在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着相了，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俗。如果立相呢？立相就是真。立相就不着相。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就是真。真俗不二啊。为什么呢？即相立相就对了。即俗即真，真在哪里？真就在俗当中啊，俗在真中啊，真俗不二啊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，慧是什么？慧是觉。定不是死定啊，活活泼泼，这是性定。死定叫无想定，无想定修成了，生无想天，堕落了。
住无想天的时间很长，定功不实，已出不会出定。啊，在定中里面，一切都终止了。啊，虽然不做恶业，你也不修善了，你停在那个地方，那是错误的。就定里头有慧，这叫禅定。啊，禅这个词是印度话，禅诺。翻成中国意思叫静律，静就是定，啊，律就是有觉，定中啊，它有觉。啊，这就是定慧相继，它才有用处啊。慧能起用处，定能不能起？定能。诸佛菩萨，我们用这个例子讲经教学，特播油画。你在这个现象里面，你就看到定慧相即，真俗相照，真照俗，俗也照真。啊，从肉体表现的俗啊，但是你看它表现的，它表现出定慧。用心不散乱，用心离烦恼。啊，他们有忧虑，他们有牵挂，他们有分别，他们有执着，他们有起心动念，这是定啊。他样样事情做得很圆满。世尊当年在世，啊，住世，开悟之后住世49年，天天讲经教学会。如如不动，说法教学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。学佛要想有成就，这两句做不到，不可能有成就啊！怎么个学法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自己要有定，有定就有慧，自己没有定就没有慧。啊，定生慧。没有定，他生烦恼。有定，决定不生烦恼。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啊。我学佛这么多年，啊，第一个给我看到的印象
也是我第一个见的出家人，张家大师。你们看到的照片，那个照片那个六十多岁照的。啊，我亲近他老人家就是这个样子，就在定中啊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动作非常缓慢。啊，说话也慢腾腾的。啊，亲近他老人家，跟他在一起。啊，坐上两个钟点，就好像在入定。啊，言语很少，说话非常有力。一个字的废话都没有。啊，这样一位老人呢，我亲近他的时候，他老人家65岁。啊，那一年我26岁。啊，所以以后在经典里面看到，啊，经上讲，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，那且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，龙象。啊，龙没见过，象见过。你看那个大象，是不是像在定中？啊，走路也4平8稳，啊，慢慢的，啊，动作也是慢慢的，啊，所以佛常常用他来做比喻，啊，我们的举止、动态要像象大象一样。啊，那么现在人恰相违背，现在人像猴子一样，动作的非常快，非常敏捷，啊，显得这心浮气躁，啊，那个大象确实像在定中。啊，这些我们真正把佛的经教啊里面讲那些道理变成我们的思想啊，经典里面的教诲我们都能够落实在生活上，就真俗相照了，真得受用啊，幸福美满了。再看底下一段，又文殊般若经云：念一佛功德，无量无边呐，业于无量诸佛无二，不思议佛法，等无差别，戒尘亦如尘最正觉。这一段话书得教给我们啊，因为确实有一些人以为念一佛哪有想念一切诸佛呢，啊，以为念多佛的功德多，念一佛的功德少，念多佛的功德大，念一佛的功德小，
凡夫有这些妄想，实实在在的想错了，念一佛的功德大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专一啊，你真心的，一佛就是一切佛，一切佛就是一佛。这个道理，我相信我们的同学啊，我们常常在一起分享学习，听到这个话了，你会肯定。啊，念一佛功德，成就一切佛的功德。为什么？它是一体，它没有分开。而念一切佛的时候，我们的念的念力了分散了，心的力量不集中了，所以念一切佛的功德就很微薄啊。实际上说来啊，就像经上讲的，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，就这么大功德。啊，可是你念一佛功德那就不一样了，念一佛功德会得三昧啊，会得定，会开悟。念很多佛不会开悟啊，你想想这个道理。那下面说，业于无量诸佛无二，念一佛功德跟念一切诸佛功德没有两样。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，念一切诸佛功德跟念一佛功德不一样。这个话的意思能不能听得懂？我想应该可以听懂。为什么呢？念一切佛的那个功德，你不能得念佛三昧，你不能开悟。念一佛的功德会得念佛三昧，会开悟。所以念一佛的跟功德等同念一切佛的功德，但是念一切佛的功德不等同念一佛功德啊！希望诸位好好去想想，你要想通了啊，你才会把了万佛忏放下，专念阿弥陀佛啊！中国农历年快到了啊，农历年的时候许许多多道场都发起念万佛啊，拜万佛啊，万佛很长啊，大概有一万年亲生佛号啊，啊，唱着拜着啊，大概要半个月的时间啊。如果那半个月的时间的时候专念一尊阿弥陀佛啊，也像万佛忏那的，你拜佛念这一尊佛，哎，可能会得念佛三昧啊，所以不一样。下面这一句话说得好：“不思议佛法，等无差别。”啊，这是佛法常讲的。啊，一经通啊，一切经通。一个法门证得，一切法门通通证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“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”啊！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戒尘也如尘最真确。
啊，业主是自信，还原观上讲的自信清净圆明体就是业主。成业主就是成最正确，最正就是妙觉佛果。啊，习聚无量功德辩才。啊，具足无量功德了，无量辩才。这是说宇宙万法真实相啊，啊，诸法实相啊，如是入一行三昧，一行三昧就是念佛三昧。禁止恒沙诸佛法界差别相，你悟如自性，佛经上讲遍法界虚空界啊，恒河沙数诸佛法界种种差别，不离自性。啊，见性的人全见到了。啊，见性的人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六种德能圆满恢复了。啊，范围多大呢？眼能见法界虚空界，能见十方诸佛刹土的差别相啊，能见极微之微，前面所说的一毛一尘之中的微点，佛家讲极微之微，现在科学家讲量子、小光子，通通能见到了。耳闻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的音声，诸佛如来在他方世界讲经说法，我们在此地能不能听到？能听到。啊，为什么？无论是形象是音声，都是因念周边法界。啊，所以我们能听见，能看见。啊，十方世界的一些宝香我们能闻到啊。啊，他们的法味我们能尝到啊。诸佛世界同居土方便土里面，一切众生齐心动念，
啊，感受的果报全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没有人问你，你心是定的，心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有人问你，对答如流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我们看经典上记下来的，许许多多人向释迦牟尼佛提出疑问，佛通通给你解答。真知道不是假知道啊！啊，人家问这个大叔，这个大叔多少叶子？佛也没去数过，佛就说他这里有多少片叶子，人家不相信啊，看到佛没有看见，就择下几口，然后再问佛这多少叶子啊？佛说是又少了几片了，他都晓得啊，说明他真知道啊！你要不相信，你就数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自信的本能啊！释迦牟尼佛有，他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。只是你现在因为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只要你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，你的能力就恢复了，六根的能力。辨知法界，一切差别诸法了。啊，幕后这一句是：于三昧中，辨知诸佛世界差别相，正与注定供佛同旨，同一个宗旨啊。啊，那么这是说明这一句名号对他方世界菩萨起的作用啊。那我们回头再想想，名号这么大的功德，对他方世界能起这么大的作用，那对于极乐世界本土那更不必说了。啊，这个意思上呢，意思在劝导我们求生净土。啊，净土的殊胜没有法子说得出来。啊，佛菩萨用这些善巧方便蹭出来，让我们在这里觉悟。这能不去吗？啊，不去的人真的业障太重啊。迷惑颠倒啊，是糊涂人，不是聪明人啊。聪明人看到这个经文，哪能不去？啊，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